Knight, assemble. 买本群补，这个正面谁赢谁输还不好说啊。木这里小金眼睛看了一下，你没开矿，所以回去守分矿去了。那亡灵五十人口可以去打一架了呀。冰龙？啊，还有出冰龙的，牛皮啊！出冰龙的话得买个蓝屏，得买个蓝屏，一定得买蓝屏。不买蓝屏。等我里的冰龙很容易死啊，你没有蓝的冰龙很容易死啊，大哥。他同人马上能拿到一个大蓝冰啊。现在冰龙啊，买了蓝屏，现在冰龙不需要那个了，现在冰龙不需要牺牲深渊就可以造了。这波 UD 的天鬼是两攻的。部队正遭到攻击。UD 还练，单 DK 猛练级。主要 UD 现在不知道暗夜开分矿了，如果现在再不去的话，等我就错过 timing 了。在等冰龙，这里要打了，这条冰龙来上，好，这波暗夜打不过。哇！啊哈！这波暗夜不好打啊！啊哈！啊哈 ！DH 顶不住了 ，DH 被打 DP 了。啊哈！1K 五级了，这波暗夜那么厉害吗？这波暗夜血亏，不是干嘛？轻轻那样打啊，这样哇，这个套路感觉很无脑，是不是这个套路吧？感觉 UD 啥都没干啊，但是这盘肯定要被穷死啊！这个 UD 都不知道没人开矿了，主要对这波木不应该接，木感觉自己很强，其实他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强。啊，现在 DH 很弱的，有个冰龙克这个，有个冰龙粘这个 DH。DH 过来吗？好 ，UD 要开矿了。675的血量。DH 有点站不住了。DH 大血瓶，克蓝瓶一发也被秒了，我去，完了，娜迦也要死，木这盘又要输了。刚才那个是三级 C。GG，我靠，这也能赢？可惜忘记录屏了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忘记录屏？忘记录屏了，这盘有点意思啊，但是我没有录屏，很尴尬啊。你这个人有点讨厌啊。GG都我想输了一盘，你说，哎呀，可惜忘记录屏了。不，那观众喜欢看这种局啊。这盘木的中期打的有点就是他自己能练级的时间他没练级好吧，然后慢慢的把前期的优势全给打丢了。说实话这盘 UD 其实没干什么事情吧，真的 UD 就出了天鬼练了点，我也能这样玩。确实啊，我下次玩 UD 我打那个什么呀 DH 的话这样玩越好，但是人家是阿尔法娜迦是吧？对啊，熊猫的话像个那个天贵的技能，下一下。他第一波不，木第一波完全没有想到那波 UD 这么强，他完全没想到，他觉得他的英雄很猛。三攻，不，那个时候别人正好冰龙出来第一波最强势的时间，木在野外接了一波团，没想到呀。对，没想到那波居然被吊打，好吧。其实那波站在暗夜选手的视角确实不容易想得到，也就站在上帝视角你知道那波暗夜打不过，如果你站在暗夜选手的视角，你感觉他这啥都没干是吧，他怎么能吊打我呢？其实他就能吊打你啊。不好意思刚刚说了 shake 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我给他道歉啊。道歉啊，我也给他道歉啊，兄弟们道歉啊，我也给 shake 道歉啊。我不一定能打过这个 UD， 这个 UD 好像一盘都没赢过我啊，这个我就有话说了，好吧。说实话，我在天梯里也是用暗夜赢了几盘。对啊，但是温哥我的套路完全不一样，我出的是早赢的，那个有点厉害，学校二饭大家感觉。
从我这买了1000多的牛肉橄榄永云啊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支持啊，兄弟，买这么多，你这吃的也太快了吧，兄弟，你加我多少人啊？还不如别跟着 DK 的音声，是吧？那还不如直接练就那个黑胖子，练的很少啊你，本来抢射击那么抢。对啊，就是二本那段时间，单 DK 带天鬼的地图在地图上划水那段时间，暗夜没练级，在家里挂机血亏。嗯。然后后面木就是木，他后面没优势了以后，他还是打的还是在野外还是打的很主动的。他觉得自己正面没有说有劣势，他打得很主动，还在野外跟对面接了第一波团，结果就炸了。主要牧师这里是没有想到，好吧，太久没打这个战术了，他一时间有点懵逼，真的一时间有点懵逼。确实啊，就这一盘牧前期一看这 UD， 这 UD 说实话刚才那盘 UD 二本之前打的简直下水道中道，好吧，一级 DK 带着一票狗过来杀精灵，简直下水道中道啊，说真的啊。但是他的这个战术啊，正好把木的战术给克了，木中期打的有点差。可能他太喜欢打那种乌那个 happy 或者120的那种三波一波流，是吧？有可能直接出个那家。哦，这盘继续开盘了。牛肉干推荐这个九成干的碳烤的原味这一款，九成干碳烤原味这款强烈推荐啊。力气呀、啊！完了，力气被血克。这盘我跟你们说，这盘这个 shake 真的赢不了了，好吧？不，你别太小心。人家肯定知道对手是那个呀 ，DH 啊。这盘真的赢不了了，正好被克。这盘赢了直接抽五，这盘赢了直接抽5包牛肉干啊，兄弟们！直接抽5瓶牛肉干啊！我上一下。右面那就像个冰甲，就一波 TI 啊，升冰甲，那别人你升冰甲，别人学献祭学 mana bomb 不都克你吗？还有小精灵可以爆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，开矿是吧？力取开矿不是那个谁用烂烂的战术吗？那个雷比，没事，打脸了打脸了就给你们发牛肉干，好吧，开矿了开矿了。哎呀，哎，但是木这盘有一说一啊，仙级都不开。对，木这盘有个问题啊，木这盘他似乎对于对手想开矿完全没有想法，感谢不如睡觉071送的眼镜啊，谢谢不如睡觉071啊，感谢。哎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哦，献祭吗？阿拉笨，有个啊，林晶晶志远说赌性越来越大了啊，不，我这个不是赌，我哎。木赢了我又没好处，对吧？那么多的四箱一起出呢？对啊，家里好多农民啊。怎么？一位玩家的这正遭到攻击。哎，看见力去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这什么呀？搂了一下，这练不动了呀！这里幻象勾一下这个工兵，勾一下怪呗。幻象好，勾一下怪。来，勾一下，你看你怎么练？你分矿还开不开？哎，这盘咋不升献祭啊？升个献祭多好啊！多力气啊！连力气已经开不了分矿了，就幻象疯狂的勾野怪，你分矿都开不了，两枚怪勾过来一起打你。哦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宣誓里有一个四仙，在家里有两个、啊。为什么他有8个农民啊 ？UD， 你8个农民还不开？
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。那 DH 他又回来了。哦，吃个四箱恢复水点。哇，他打一，他真的要打一波了。不是吧，阿森？真的真的，但是没有通力塔，卡了人口。哎 ，AC， 这打的路子很野啊。啥意思啊？我不知道，这波历史过来也没来，你到底是你是练分矿还是打别人家呀？踢压别人了？我真的说的啊，不可能赢啊！这里木家里造个 BP， 你不可能赢，好吧？造个 BP， 对啊，造 BP 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三个 AC 能打得过三个四城吗？打得过呀，三 AC 打三龙，哎！完，勾了一下野怪，自己被打 TP 了，哎呦，好亏啊！得再造点那个呀，再造点那个 BP 呀，一个 BP 不一定够哦。哎，怎么狗被打死了呀？不知道。这里还在出 AC 喝水，喝上水了，力许现在非常的挫啊。那个里面那个 BP 快要造好了，现在倾尽所有部队的输出去把这个 BP 给拆了，行不行？完了，力许顶不住，又爆了一下，两个狗在跑。力许顶不住，力许要死了。现在 BP 起来也赢不了了。我现在那个他通灵塔起来也赢不了，力许死了。BP 能拆掉。哎，蝶许不会被野怪打死吧？哎，还好没围住，围住就死了。那三个冰塔吗？请问几根冰塔，几根红塔也不重要啊。暗夜可以出那个的，暗夜可以出弩车的。有 BH 他能够出弩车的。这盘 Shake 的打法，没有看太懂，好吧，没有看太懂。刚才买飞艇天。飞艇要第二个白天开始才能买，高手的套路啊，能卡位吗？这个狗应该不会死，来个冰塔，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，弩车出来你的冰塔也没有用啊，没有上电啊，你不需要上电，弩车出来把塔推了就行了，然后等会啊，没有闪电，然后不会吧？没有，要输了这样？不可能输，不可能输啊！好吧，这盘有输，这盘有任何输的可能性吗？对 ，BP 做不了哟。没事没事，不可能输这盘。我跟你说了，危险。不危险，不危险，不危险。啊，你等会儿又要输？哎呀，不会吧？家里还有个 BP 啊，危险不了，外面的弩车挂了也没事，别慌，令神。不是没有商店，你也许能不能走啊，大哥，躲到 BP 后面去等家里的弩车出来行不行？天亮了，被冰塔狂打，蝶雪要死在家里了。我说了没有？彩色真的，哎，你别解说了，今天以后退役解说。不解说了，不解说了。你去三级了哟。哎呦喂！复活 DH 啊，兄弟们 ！Double kill， 这个我觉得吧，这盘木还是能赢啊，兄弟们啊，这盘虽然 DH 死了啊，但是我觉得木还是能赢，兄弟们。啊，确实，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这 DH 死了就很搞笑，好吧？哎，在家里那么多的狗，哎。UD 二本 UD 升本了，哎，可以啊，升本可以啊，什么可以？哎，卢车小心，卢车回来的时候被冰塔剑鼠了哟，你比三级了，哎，卢车，啊，输了，我真的输了，这卢车过来是搞笑的呀，对吧？卢车怎么回来了？AD 也要死，我靠，完了，这个本一升感觉木要输了，哎，彩车。准备抽牛肉干了啊，兄弟们！别接受了哟！哎呦喂，兄弟们啊，今天准备 BP 包了，真的准备要抽了。发布了一下 BP， 牛逼！能不能把这两个，就把这两个那个啥给爆了呀？塔是塔不下来，这里
但是别人升本了呀，完了兄弟们，今天开局直接负500，麻了，也许复活了。哎哎，立旭，这里 UD 回家了啊， UD 得回家了，别死了这个立旭兄弟，这立旭感觉一副要死的样子啊，别去冲冲冲冲，立旭要死了。哎，不过二本快升好了，好像死不了啊，就追着立旭砍啊。哎，你还绕，你的塔要掉了，大哥，你立旭买 TP 啊，买血瓶，没有 TP 才有TP TP， 马上有血瓶 TP， 为什么要 TP 啊？好像是狗来 了，不用 TP 啊，买个蓝瓶也可以哦。哪家来了？反 no DH， 哪家来了？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不真的。这下真的输，这下真的输透了，真的输了，真的输了，这也能输？我说了没有蔡司啊，我肯定是你等会以后、啊、哎呀不会吧，不咬输了，哎呀来来来啊兄弟们，直接抽了啊，直接抽了，不说了，我简直惊了，这种 TR 居然也能塔下来，其实我也没想到、这种塔也能塔下来，瞎了我的眼睛，好吧，真的瞎了我的眼睛啊！来来来啊，兄弟们，抽5个好吧，抽5个啊！哎呀呀，今天上来血亏。C 主机了吗？冰塔很厉害，我感觉就不知哎。木，我觉得木自己防守没守好，他等堵车出来就好了，不。哎呦喂，这盘真的没有想到这种 TR。都能塔下来，这 TR 到一半英雄狗死光了，英雄也死了，然后暗夜还有5个 AC， 结果输了。哎，仿剑号是没变啊？变了吗？没变啊，但是突然进不去了，我重那个了。好了，你们啊，抽5个牛肉干啊，一个抽吧啊，你们就不要5个都抽给一个人了啊，你们点击左上角的福袋就可以参与了。点击左上角的福袋就可以参与这个。温的状态那么夸张吗？就啊，真的是有什么玄学吗？真的是有什么玄学吗？他妈的，我这盘也能输。确实这么很离谱的好吧，立神这盘他防 TR 把对面的狗给杀光了，把对面立旭也砍死了，对面正面一个兵都没有，只有几个农民和3个塔，然后木还能出堵车，木也输了，还真的不亏一级绿巨斯，感谢虾丸送的多喝热水啊，谢谢虾丸送的多喝热水，主要是29人口卡了人口过来的一个带3个事情过来的，对啊，我就他妈的我很难以理解好吗，这也能输，真的怪冰菜阴吧吗？就感觉我觉得就是木没有防好，他等缩在 BP 后面打，等自己两个弩车出去冲出去推，随便推的呀。这明显是感觉木大意了呀。我也觉得是，我觉得他守的，他把力气杀了以后，他打的有点太随便了。嗯，他也没想到，哇塞，被冰塔3个冰塔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打的有点太随便了。应该是冰塔的攻击力跟红塔的攻击力带英雄的时候差不多吧，应该估计啊，是的，感谢不如睡觉送的眼镜啊，谢谢 BR 送的黄桃罐头啊，谢谢啊，感谢大家送的礼物啊，谢谢，但英雄应该是冰塔好一些，冰塔的那个剑速剑移动速度攻击速度这个牛肉干福袋还有20秒啊，兄弟们赶紧的参与一下，还有20秒，今天总共抽5个好吧，我靠，今天这上来也太那啥了吧，
啥都没干，直接发了五包牛肉干。DH 有点笑人，他想苟一下那个蓝胖，刚好被微杀。那波倒不关键吧？那波毕竟也打死一条狗嘛。确实。感谢不如睡觉送的万象烟花，谢谢不如睡觉老板的万象烟花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感谢。感谢榨汁机送的眼镜啊，谢谢榨汁机。他是27到30，差不多那个攻击，但是打英雄就基本上十多啊，12、14那种，12，差不多吧，应该是打 DH 的话。那冰塔的攻击力9到10，就普通攻击应该是能打得到7。我觉得木这盘是大意了的，这盘，这两盘他打 shake 已经连续输了两次了，上回比赛也输了，但是输一次说是大意，输两次，哎呦喂，难道说少开地名出现今天？对啊。今天不会小凯把毛黄干了吧？那 shake 小凯啊，不会说剩下一个名。我今天想看木打毛黄的，可能看不到了。难道说？那不过呀，这个版本人主打宿主比之前的好的太多了。嗯，是的，好吧，看看刚才那个牛肉干谁中了啊？同风起90000里啊，这个兄弟把你的。就是中了斗币才算啊，中了那个优惠券是不算的，中了优惠券是不算的。你把你的信息发给我，你把你的那个收获信息发给我，我然后你要什么口味的也告诉我。Shake 能赢不2-0 ？Shake 啊不，毛黄上卫生间去了，那就再抽一个吧，好吧，第二个。令神不来抽一波令神？嗯，怎么了？抽牛肉干啊？抽牛肉干过了。哎呀，抽一波啊，抽第二个啊。我给 Shake 道歉，好吧？我给 Shake 道歉啊。阿聂，哎呦，阿聂，怎么说呢？感谢阿聂的粉丝多，所以我不说啊。是吗？感谢不如睡觉老板的保时捷一辆，谢谢不如睡觉老板啊！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老板牛皮，谢谢。阿聂这个版本没有劣势对抗感觉。这个字怎么念啊？不过兄弟是没有劣势对抗。一个单人旁，这个字怎么念？感谢这个兄弟送的两个捏捏小脸啊，谢谢谢谢，这字真不会念啊，兄弟，你告诉我一下怎么样？哎，有点看不清啊，太多弹幕了。大 UD 不一定优势是吗？我的阿姐能赢许弟，不是优势吗？这版本暗夜打 UD， 我觉得优势啊。我觉得暗夜，我觉得这版本暗夜打 UD 优势，说出来你们不信啊。死逆说劣势吧，好吧。这版本暗夜打兽族应该是暗夜最那个的对抗，我觉得。就是现在还没确定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打 UD 应该是有点优势的。如果昨天卡号一样 ，KOG 加熊猫的双 BR 这样，肯定兽族优势。兄弟们点击福袋可以参与第二个牛肉干的抽奖，现在还有一分钟。这种地左用 DH 吹风，我觉得阿尼有每个地方不一样，看地图。而且阿尼现在每个网站玩的玩法不一样。是的，他们都不知道那个套路是最厉害，宿主是没变。暗夜还在摸索呀。嗯。所以真的不确定现在那个周期有什么。
在等那个啊，在等毛黄，毛黄上厕所了还没回来啊。毛黄可能本来准备好打那个啥的，准备好打那个木的，没想到可能不用打木了。毛黄，毛坑的毛。BO3 啊，木没有被淘汰，木只是掉到了败者组。好，来了来了，木是掉到败者组了，掉到败者组的话就不能再输了，再输就没了。开了吗？啊，他们要开了啊！正好这个福袋也开了，看看哪个兄弟中了。苏染啊，谢谢啊，恭喜这个苏染这个兄弟啊，这个兄弟啊，等会把你的那个收货信息发给我，然后你要什么口味的也告诉我。哎，令神，喂，喂，令神，喂，没掉线，没掉线，活了啊，是吧？吓我一跳啊！啊，这小块速度那么低吗？直接说 out 是吧？是吧？那我下次抱住你哈。这个兔子，感谢世界第一兽族。感谢世界第一兽族令神之剑圣 King 送的黄桃罐头啊！这个人是不是跟你们一起打牌的人吗？打牌有吗？好像是啊。令神记得真清楚啊，令神。那个是鹅鸭，那个不是打牌，那个是桌游啊。令神记得好清楚啊。住在了一个这个小凯这个兔子。我的保证名单更新了啊。哈哈哈！报仇名单更新了，哎，令神，你的报仇名单里头还有谁啊？啊，不跟你说啊！我靠，我感觉我不会是令神报仇名单里的头一个，好吧？唯一一个帮我开门的人，然后道过歉的人，唯一一个就是白永宇。我原谅你啊！原谅了我操！哈尔滨的团队赛的时候，啊，你一句话还没原谅你。啊，都不是吧，令神？那肯定啊！哎呦，完了！令神记我仇的地方太多了，兄弟们。不对啊！那哎，不对啊！我突然想起来，还……哎呦，不行，不能再说了，再说又不能原谅了，兄弟们。怎么了吧？是吧？不说了啊！可以说啊。不能说。为啥？就是不能说，好吧？再说，我又要被记上一笔了。这盘这个富特曼想去勾黄皮，然后苦工过来干扰，不让你勾。我没有开盘是吗？感谢世界第一兽族令神之剑圣 King 送的黄桃罐头啊，谢谢。什么剑圣 King？ 这里买这个不让你买黄皮啊！感谢十九下老板的保时捷一辆啊！谢谢十九下老板啊！感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大气老板牛皮。这个兽族是小凯，人族是毛黄。有人说这盘看好谁？我肯定看好毛黄呀。这还要问我看好谁？我就直接看人的啊。
毛皇最近天地分很高，2500分好像，贼厉害。他们啊？对啊。他们现在他每一次都淘汰。因为玩家那很有啥用啊？这 MMR 真的没什么用，我感觉除了 happy 啊。那那样说的话，刚刚木是2500多分啊，对啊，木也是2500分，木也被淘汰了啊，不，木没被木没被淘汰啊，木只是暂时被二被零。这 MMR 真的越来越受不了，除了 happy。感谢世界第一兽族令神之健身可以送的又一个黄桃罐头，谢谢。可以啊，这 ID 可以啊，令神很高兴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幺零多少分？不晓得，应该是2200、2300。幺零差得很。对，劳雷特是新版本前就，劳雷特是去完日本那次好吧？去日本不知道。修了什么仙啊？修得了什么真经，然后就突然变猛了。哎，这盘前期兽族局势还蛮好的呀。人族大法是一级的，过来能拆一个商店啊，但是没什么。兽族可以回去守。哎，取消，好。升了一个顶盾，奥发兽王。哎，他觉得小凯不，他觉得小凯不到那个啥，他出兽王是吧？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兽王不是搞哎，他觉得小凯不出萨满，他出兽王，那小凯现在肯定出萨满了呀。而且你这一波过来，你就两个福特曼，你一个兽王真的厉害吗？哎，这个兽主的木头是为什么那么少啊？还升了倒刺，哎，这个倒刺升的还可以啊，我觉得。我只能说这一波毛皇来的很亏啊，非常的亏。不是吧，哎，大法师怎么又回来了？他过来干嘛的呢？不知道哎，别问我干什么。哎，别人升了倒刺，别拆了，拆不掉。哎，不过呀，这兄弟拆骨头有点有意思啊。对啊，他的魔方的位置不太对，不过这盘造 BS 就行了，先造 BS， 现在兽族没木头造 BS， 马上有木头造 BS。不是怎么样子玩的能赢的局啊？确实啊，这个局其实感觉是九一开，就是、就是平时用兽王啊，平时用兽王都是巨大优势的，就、啊、过去血巨大优势、啊、就是杀对面巨多东西，然后还是赢不了，这盘一个都没杀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哎，你们看到那个我跟前面给我打的几盘那个兽王，兽王太这英雄太挫了，跟到后面就跟没有一样，就送经验的。不小心输一次就被扳盘，是的。感谢不如睡觉老板的宝石街一亮啊、哦，谢谢不如睡觉老板的又一个宝石街、这个，感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老板牛皮。哎，这兔子有可能有机会哦。直接上去然后赢 shake。 对啊，小凯有机会出现了，这样如果能赢的话。这大法师也太惨了吧，家里面是出兽王，肯定是出那个男女巫的，但是男女巫等我兽族一本加速冲过来把你给直接把你给戳爆。继续抽，好再抽一个再抽。哎 TC 撑个光化过来骚扰是吧，牛逼。他给先知先单练个三级啊，可以啊，我觉得这波过来，这波过来也没亏，好吧，不能说没亏啊，这波过来挺好的，给兄弟们不光是骚扰加侦查，然后这边自己练级。哎，他怎么他打兽王他都不先造 BS 的吗？小凯他不造。哎，你不会这种局你不会不出萨满吧？对，还有三次啊，还那个牛肉干还要抽三次啊，再抽一个吧，赶紧的把它抽完，省得等会忘了。
拿电。这一波，哎，这一波两级狼好厉害，这一波，而且野怪还在打人族，人族这里血亏，水钻了、啊。你说谁血钻？过海没吃，我，你觉得水钻？啊，这兄弟血钻呀！菜木头能不能不能菜木头就能不能造个 BS 啊？兽族，他不造 BS， 他给猎头升攻，他不造 BS， 无所谓。是吗？无所谓，不需要。这样一直在打兽王，打不了三级，是吧？狼骑走吗？踩了一脚，哇！兽王死了。这里开加速，加速开的也很好。哎，哎，女巫，女巫，做 A， 女巫，哎，冲法师冲脸，法师冲脸了。玩一下这个熊，玩一下熊，网熊操作操作，回来玩一下你就不用死了。完了，死了。哎，兽王，兽王，小心，兽王！这么耗太久了，兽族会，兽族群部怎么一直不吃啊？这么耗太久了，兽族会亏的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现在没狼骑了，两头熊了。这不小心就啊？小凯开始表演了，兄弟们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真的没关系吗？没关系，他买了黄皮，直接去三一八，直接死，这有关系哈。哎，托法师，托法师，直接戳，直接戳死，又死一个。我靠，这托法师也太……哎，兽王要死了，兽王也被戳死了。这个托法师也太快了吧，这个猎头。那当然了，传出伤害，你到三级了，你到三级了，兄弟。大法师被围了，你有大无敌，大法师 TP， 你的大无敌好像还不用交，算了，还是交了吧。感觉不用交的，其实我感觉。给小无敌，找小无敌好一些呢。不是，他刚才杀一个农民能到三，感觉他不用交无敌，我觉得他如果操作细一点。两个是吗？啊。哎呦，人族也太惨了吧！这太小看小开了吧？不是，太小看猎头了吧？这盘毛黄的前期打的有点差，意思是大法师加兽王连纯猎头都打不赢，真垃圾，大法师加兽王连纯猎头都打不赢，意思是这法师那么多有什么用呢？等会开个加速就拆一把，然后一轮就直接全死了。对，估计给彩色的兽族能赢。这盘 AD 版都能赢啊？还是要操作的。好吧。但是很简单，很简单。英雄在外面直接往就是瞄。哎呦，还开矿，算了啊，投起来，拼了啊！英雄在外，这里面外那个的话就冲，网住一个，直接开加速冲就 O 了，发电。大法师死了，再见。踩一脚，三个狼骑直接堵住是吧？刷刷刷刷刷，直接电死。刷刷刷刷刷刷，小凯和小土地出现了。哎，地盘而已。今天难道全都是冷门吗？现在破法不能偷狼了，还出这东西干嘛呀？你又不是 MK， 不是 MK 突破法我还能理解，好吧。GG 了，哎呦喂，小凯居然赢了第一盘，今天开局的三盘都有点冷了。啊，怎么又进不去啊？是的，我也进不去，得重进一下平台。开局这三盘都有点冷啊，兄弟们。我别再看好谁了，不看好了，不看好了。
时候不是小 KK 就是小小 KK 和小凯不一样的。这盘真不能说人族，你不是这盘不是说人族弱弱不弱，人族打得很挫，这盘明显打得很挫呀，和这个族就没有关系。这盘我觉得，你相信这是2500分的蓄力吗？不看，太小看 Net 了吧？二怕说完过来，还以为能赚。哎，要不你们听，跟我反买吧，今天。刚才那包牛肉干谁那个了啊？看看谁。哎呦，我今天平台有问题了。霍庸啊，霍庸啊，可以啊，这个兄弟把你的那个收货地址告诉我，你要什么口味的也告诉我。怎么告诉我，兄弟？哼，我是不会上当的啊！你又想啊，你他妈的又想那个什么？好吧，怎么告诉我啊？自己？哎，怎么今天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呀？什么情况？不上啊，不上当！2块之前哪能出有的1000块？发不了，为什么发不了啊？我不能说那两个字啊，说那两个字我就被封了啊。那这样，这样，等下，这样，我发消息给你，好吧？我发消息给你啊。哎呦呦呦！哎呦，昨天也是那个，是不是 TD 都粉色啊？那个昨天什么来？志燕，是不是？什么？这是送个几百个福袋呀？感谢啊，老板，赶紧送个福袋，谢谢啊，老板大气，身体健康。这哥们输了多少米弯？确实，昨天也是输了米弯以后，好像那一盘是谁来着？卡号输给收银的那一盘，那一盘以后他过来就送了很多的福袋，感谢啊！这个兄弟不会是听了我的那个吧？什么？不会是听我开局就说啊？好了啊！哎呦喂，这盘人族该赢了吧？这木方的位置真的有意思啊！他老是兽族的细节老是不大好，我感觉老是看见有些兽族他们农民都不采离木方近的木头。他有自己的想法。感谢 Sleepless 送的黄桃罐头啊！谢谢 Sleepless， 感谢啊！开盘了，刚才在那个给大家发牛肉干了，已经。抽了第几个了？抽了三个了是吗？还有两个。他们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啊，怎么说呢？几个韩国选手啊，今天如果没有比赛的人，就解说过来一个解说，就换着解说的。然后他们好像解说费用应该是能拿到。哦。还有两个是吧？好的，等我再抽两个。红花，这把应该是火枪啊。火枪啊，这把火枪，两个农场肯定是输火枪了。输火枪的话，这个细节有什么好处的呢？哪个细节，林晨？
啊，你说这波大法师先这个先知直接过来不捡宝？嗯哼。哎，这里野怪网了一个狼，先知杀了不了呀。哇，大法师的宝很好，这血亏啊。是的，这边大法师能够升到两级。好的 ，S 了一轮，取大脸，两级打一级，取大脸，这种局取大脸。有谁有说和令 battle 把五瓶牛肉干赚回来？不行，我今天这个，哎呦，那个宝还被这福特曼给 A 了，他回来一看宝没了啊，被这福特曼给 A 了，兄弟们，尴尬，血亏。我今天要是再跟令神 battle， 我就得赔十瓶牛肉干了啊。哇，大法师又买了一个头环，木没有被淘汰，木只是掉到了败者组。不走，啥意思啊？是双点吗？他的福特曼怎么冲出来了？别死呢，出这都不出火枪？他们为什么不出火枪呢？不知道呀，为什么不出火枪呢？火枪不是那个变便宜了吗？不知道啊，火枪没有变便宜啊，火枪只是又要出兽王。这盘装备，这盘大把，这盘前期优势装备好，又来了，正遭到攻击。但是这个战术，我怎么总感觉你要被翻盘呀、啊，大哥？前期挺优势的，这大法师，这个三个装备打零个装备，我到此已经提前升好了，就等于说这个战术是他现在的常规战术。长点是两个，还有。UD 是一个 ，UD 是锤手。我说的 WCG 玩具。哎呦，这个地图的猪是白色的。没事，这盘过来肯定能够捞到不少东西的。这盘过来能捞到不少东西，这盘前期比上一盘前期舒服。哇，兽族还敢练，得 TP 了，这里兽族。这边聪明的兽族直接 TP 啊 ，TP 回去把主矿这两个福特曼给宰了。多出一个大金放在矿里不行吗？你一直在这样。不是你被这个打，你要死兵了，你还不如直接 TP， 你得死多少东西啊，兄弟？哎，这个大技拉走了。这边大法师刚才胆子有点小，没有点这个残血的猎手，感觉能点死几个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这边福特曼摸死了一个农民啊！哎，这样喝？哦，哎，被打断了，小金花被豪猪直接打断了。这样喝？完了，这一盘是真没救了。哎，令神，这盘交给你，还有救不？我看一看。啊，已经开始出法式了。对啊，我感觉这盘真没救了，没死兵没用，他家里面没建筑呀，家里面起不来建筑，你不死兵有啥用啊？主要是那个大法师身上小一个头环，我觉得还是不大。大英雄、啊，哎，兽王。兽王跑了，兽王跑得很快啊！啊，奥本还是造的 BE。啊，哎呀，不过小凯他不造 BS 了，他不出，他没奥本建筑，影响相对来说也没这么大，其实。反正他也不造 BS。啊！
哎呦喂，这一波真的是血亏。那人族这一波在兽族家里玩了多久啊？玩了得有个两分钟不回家了吧？大法师又点死一个。这牛一击学的光环啊，没有学彩。哎，猎头，猎头，猎头！大法师发现了新的猎头。哎，这还有一个猎头，巧了，杀了三个猎头，一个大祭。大祭是送死野怪的还是怎么的？而且开矿了。这里地图左边还有一个猎头啊，不出下慢，开矿，装备差距这盘相当的大，这盘兽族就等于说没有装备了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，电中间抓过来，这一波狼骑还没网，哎，这波抓过来，兽族人族有点练不了了。不过这里牛是没有踩的，先知快三级了，哇，这中间这个点不会让兽族给拿了吧？他真让兽族给练了。惊了！哎，加血棒！啊，其实这个，龙胆啊，兽族，这加血棒不一样了呀。网了一下，网了一下兽王，开加速，围住他。哎，女巫有隐身很关键，但是没输出这边，没有输出这里。狼骑要死了，网了。这个狼骑回头网一下好像不用死啊。哎呦，被水打死了。不行，这里要被溜了，这里没有狼骑要被溜了。兽族也没有加速了这一波，牛有点顶不住。但是兽族的分矿，这里兽族不能撤啊，你撤了分矿可能要掉。希望伊万潘打我的时候这样打哈。哎哎，快去守分矿，分矿没了兄弟。狼骑呢？没狼骑了。分矿也不要了，那这下输透了。这一波打完输透了。这波杀那个兽王没有杀死，他狼骑出的太慢了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就是刚才杀兽王那波，他没有第二个狼骑的存在。哎呦，好困啊今天。幻象克多打幻象水人家猪，假克多上去吞彩兽王，这边有隐身，哎，有眼睛，这个地方有眼睛，哎，但是杀不死这个。跑太慢了，这边没有狼骑。这克多打招没有眼睛，哎，你不知道别人有眼睛，他不知道别人有眼睛。走，但是克多被水人点死了，刚才。请问人怎么这么多男女巫呀？你没有输出呀，兄弟，搞笑的啊！哎，不过没有矿啊。是的，主要兽族分矿没了。兽族如果有分矿，兽族还能抢救一下。啊，这种局真的能赢了，本来。三级牛了。这凶网真的怎么一下来俩狼骑啊兄弟，看大法师，哎，大法师要 TP 了，好像牛现在没有踩，其实差一点蓝啊，但是兽族不知道，哎，现在兽族有分矿有机会翻盘，他没分矿啊，没有，现在也能可以翻盘，现在兽族也能翻吗？令神这种局也能翻，有扎水棒，然后哎，兽王要三级了呗，无敌，哎，两个群补有什么用啊？买无敌跟这个坟呐、啊，这地庙。英雄，买不了英雄，这有个血瓶。
大法师有 TP 打不了英雄吗？那前带英雄以后做，哎，算了，不说了。令神，我不想当老师了哈。哎，买了粉，哎，网啊，再一发网呢？网吗？先知快被打死了，还有一本群博。这种打蛇王就打正面的话，完全没压力。先知这本群博不吃的吗，兄弟？酷的猎头没带到。先知四级了，蛇王一发电，哎呦，全被减速了，这攻速太慢了。哎，怎么撒了个粉啊？他人族这个战术是真的下水道，我算是彻底看出来了。嗯，这钱那时候花不出去，有时候。好，科多，好，科多被打死。你看，1400块钱。人族太瓜了，三本了，人族养猪了已经，他不会，他要出啥？他要生变羊了，他要对围驱散，他要生变羊，好过分啊！玩弄别人，我又想起来这个毛皇有一次打谁，打福克斯，巨大优势生了个变羊，然后被翻盘了。嗯，亚马逊图，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那一次。他巨大优势啊，他生了一个变羊，然后被翻了。生羊没问题啊，不是加强了吗？那次也是加强了呀，但是这个技能就我觉得就是搞笑的。但是好看。好看，可以啊，帅，好吧，要的就是帅。这波人族过来抓兽族练级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哎。抓到了，兽族小海豹，这兽族这波有加速，可以把大的练完，加速走。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。这把辉煌光环，看这个帕拉丁麻了，什么情况？加速直接反打，踩了一脚，没踩到帕拉丁，把变羊了，把狼骑给变了，来来来来，全给你变了，全给你变了，变啊变啊，兄弟，避难，快变快变。又变了一个，很帅啊！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这才是养猪啊，很帅啊！啊，不是养羊，养羊。大法师有 TP， 立了个无敌。大法师别死了，大哥。好，再来一个减速。好，这两个狼骑还没，这狼骑都变多久啊？这变两分钟吧，这得有，变一分钟两分钟，变巨久。哎哎，蛮烂的。这个牛要死了。哇塞！直接把科多给变了。牛要死了，牛要死了，没有加速，鸡鸡。哎，直接殃了一下那个科多，然后肚子里的猪没了。是吗？羊科多直接被消化吗？肚子里的东西？那没那个心电啊！我看看了一下，电是能难的。啊，好了，这盘毛皇赢了啊，1-1平。